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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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哎呦我去！姐姐，味儿了，姐姐。千斤大白的，新鲜出炉的。哎呦我的天！你给我点我给你今天给你戴那个眼罩，因为我们这几天状态特别累，因为你今天刚来嘛，然后又要走了，然后姐姐好好休息。我们还写了一封信给你，然后就想说，小心小心。如果今天来了就是太短没给你念成的话，然后你就自己念。然后但现在还有时间，就是想说你要注意安全，就在舞台上，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注意安全，因为他那个就省得我们心疼。你就不要乱跳，不要乱走，然后就一定要小心。我们都非常紧张，真的。如果就是那些看上去可以走的地方，然后也要特别小心。一定要。然后如果你们找什么，我这就我忘了。你看，就是他们就说你是不是我知道，他们就说你是不是刚把家搞干净就不要走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打扫还没打扫，那还好，不打扫白打扫。然后就是之前送你锦旗的那个妹子，她就问你把锦旗挂起来了吗？锦旗挂在我家里，我带了很多人的嘱托，然后他们还想准备好才去专辑有没有出去专辑里头的，因为你是因为我真的采访，其实我真的不是记者，请问我来到一个记者采访，我得打打旗，因为我怕我忘了这个台词。你们走的直播间带了好多人的问候，好的主持人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想不认识很多问题，然后很多人来不了，就很多人他们是上海的，他们去了北京，去了上海，去了北京，然后在底下喊姐姐，不是陆军站的那种，然后我是刚好在北京，我帮他们问，好，谢谢。穿上有点冷，今天让你多穿点。穿上也冷的是吗？行了，姐姐你对自己好点。好，照顾好自己。好，谢谢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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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朋友带着你。舞台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很心疼你的。多好了。